喂，老板。陈意涵，我跟你讲啊，失误是难免的，这种代志在你人生当中总会发生的啊。早米无用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想说。你听我说，而且公司为了培养你啊，也付出了也多啊，你唔通总来在乎你家己啊？你也着就是公司一位领袖。再听，我考虑一下吧。